流血，流血，to bleed。你的鼻子流血了，你的鼻子流血了。昨天他流了很多血，昨天他流了很多血。擦，擦，to wipe。请你把桌子擦干净。请你把桌子擦干净。手机屏幕很脏的，每天都要擦一下。手机屏幕很脏的，每天都要擦一下。气候，气候，climate。我非常喜欢这里的气候。我非常喜欢这里的气候。气候和天气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气候和天气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估计，估计，to estimate, to reckon。我估计今年各国的经济都好不到哪里去。我估计今年各国的经济都好不到哪里去。我估计这雨明天就停了。我估计这雨明天就停了。咳嗽，咳嗽，to cough。我发烧了，但是没有咳嗽。我发烧了，但是没有咳嗽。吃了这个药，我的咳嗽慢慢好了。吃了这个药，我的咳嗽慢慢好了。严重，严重，serious，grave。这个问题很严重，这个问题很严重。他病得很严重，他病得很严重。窗户，窗户，window。我们打开窗户透透气吧。我们打开窗户透透气吧。我不喜欢没有窗户的房间。我不喜欢没有窗户的房间。空气，空气，air。这里的空气污染非常严重。这里的空气污染非常严重。打开窗户，空气就能流通了。打开窗户，空气就能流通了。抽烟，抽烟，to smoke。这里不能抽烟。这里不能抽烟。他抽烟抽了几十年了，他抽烟抽了几十年了。动作，动作，action，movement。教练，请你再做一遍这个动作。教练，请你再做一遍这个动作。这个动作很难。我学不会，这个动作很难，我学不会。帅，帅，handsome，大卫是我们班最帅的学生。大卫是我们班最帅的学生。如果你抽烟的话，就不帅了。如果你抽烟的话，就不帅了。出现，出现，to appear, to emerge。我们之间出现了一点问题，我们之间出现了一点问题，奇迹出现了，奇迹出现了。后悔，后悔，to regret。
我很后悔没有一开始就当汉语老师。我很后悔没有一开始就当汉语老师。世上没有后悔药，世上没有后悔药。来不及，来不及。To have not enough time to be too late to. 后悔也来不及了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明天就要考试了，我来不及复习了。明天就要考试了，我来不及复习了。反对，反对。To oppose, to object to. 如果没有人反对的话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如果没有人反对的话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三个同学提出了反对意见。三个同学提出了反对意见。大夫，大夫 ，doctor， 大夫已经下班了。大夫已经下班了。大夫让我吃十天药。大夫让我吃十天药。植物，植物 ，plant。我在网上买了一些绿色植物。我在网上买了一些绿色植物。明天我们去植物园玩吧。明天我们去植物园玩吧。